是他们心中一辈子的牵挂。只是心里想想，但从来不想到，这种父母也太容易当了吧。父母没有做出选择的时候，但对孩子的关心是不会变的。我都长那么大了，他才回来关心我，会不会有点太迟了？现在做长辈的已经向你认错了，你就认错又怎么样？就一句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改变他抛弃我的事实了。他哪有对你做到伤害的事实？